你怀疑这个人有问题？是啊，你看他多么没环保意识啊，随便把垃圾丢进回收箱，严重破坏了环境。哎，给我站住！啊，还跑！珍惜地球的资源是每个人的责任，而把垃圾分类的用处，就是要把有用的资源回收重用，减少浪费。怎样？啊，跑掉了。下一次要是再让我看见他的话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劝他。大家要知道，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，珍惜资源，保护地球，也等于是爱护我们的下一代。